请掀开经本第十七面倒数第六行，从这个圆圈二这个地方看起啊，二羞辱众书者，修是修行，儒是其儒，众是讲的大众，书是说的不一样啊。这是清凉大师给我们介绍善财会里面的大意，这是第二段。前面呢将这一会的大意说出来，这个第二段呢要说明，就是在修学上行事这些事情。文里面说，为粗信内三会四众，于令普信一贤通收，若住一去，善财一生，先行在即，入未息故。这个说得很清楚。前面这个四句是讲粗信内啊，这个粗信呢，不能把它连起来念。连起来念呢，那就失信位的粗信位了啊，那个意思就错了啊。这个粗，它这里文分两段，这个入住一去，这是第二段啊，粗是第一段。第一段讲信内，这个信是失信位啊，实信位这里面的修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修。大众在一起共修啊，只有实性。往后去呢，这个修行在个人啊，没有在一起共修的，那就是初住以上啊，没有在一起共修的。啊，这个实性呢是初学啊，要学一些修行的仪规，就像这个小学生一样。这个由老师指导，大家集体在一起共修，意思在此地。所以三会这个前面讲过了，比丘会啊，三乘人会，善财童子这个初会啊，他现在还没有入位啊，就是还没有进入到初住啊，还没入住啊，还是在实性位这个阶段啊，也有共修啊。共修的目的呢是于令普信啊，一心通受啊，这是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都可以在一起共修啊。这个情形，我想我们诸位同修都非常熟悉啊，看看众会道场啊，大概都是在一起共修的啊。后一段所讲的入住一去，这个住就是粗住，入住一去就是粗住以上，
一直到等觉，这是修行在过人啊，没有共修的啊，都是过人修过人的。以善财来代表啊，善财一生啊，心行在起，没有看到他同伴了啊，他这个参学修行呢，就是一个人啊，这是如为昔故啊，为是菩萨的地位，初住以上啊，才有位。就像我们求学一样，他才有学位，实性位没有学位啊，他没有位次啊。这个修行方法跟一般修行方法完全不一样。总而言之呢，这个古德呢，设置为列思练心，这是真修行。就在一切顺逆境缘当中去练心啊，练什么心呢？练清净心啊，所以修行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慈悲心。你要不在一切境缘当中，你到哪里去修学啊？所以这个是修学在个人了啊，切入的境界也不相同。这是说修如众说啊。第三段呢，是事方所不同啊，事是指示。这些善知识，善财童子参访之后，一般善知识都会指示他，你到哪个地方去参学啊，指出方向，指出所在。可是其中也有机会啊，没有指示的啊，这有什么不同？此地必须要说明啊，否则的话呢，到后面你会产生疑惑。文里面说大位有三啊，初地前之时都在南方，地是初地以前，那就是施住、施行、施回向这三十个人。我们也称他做三行位菩萨。登地之后啊，就叫地上菩萨，就三行十圣。啊，地上菩萨称圣啊，这个地前的菩萨称行啊，地前有三十个位次啊，我们称三行呢是施住、施行、施回向啊，一共有三十位次。这些人呢都在南方啊，南是表法者啊，后面会讲到。地上啊就无方了啊，登地以后啊，就是初地到等觉，美方，这个美方什么了？圆融了，啊，表这个意思。地后兼二，这个地后啊是等觉，啊，等觉是十地之后了。它可以示现有放松，也可以示现无放松，显示出他得大自在了啊。所以这个大位有三，就是地前、地上、地后啊，登地之前啊，
这个地上啊，就是从初地的到十地啊，地后是等觉，这三这个大卫三呢，就说到十地。下面呢，给我们解释，然因难成，为什么地前的善友都在南方呢？这个必须要说明，说南方啊，古有五义，古大德说，这个是南方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举一列柱，举这个意思，举一方说，一方善有啊，一字无量啊，宽于九方，这个意思也很好，这个十方，十方，你看南方这一方啊，善知识就这么多了，这个所教他参访的善知识都在南方，这一方已经这么多了，何况其他的九方，说明善知识之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华严经的表法，除了自己一个人之外，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善友，都是善知识，你才成得了佛了。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他就成佛了，所以诸位，你要想知道你哪一天成佛，你就想想哪一天睁开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你就成佛了。你要看一切众生没成佛了，那你是凡夫，你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了，那你就成菩萨了。如果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妖魔鬼怪，你自己就是妖魔鬼怪。什么道理呢？相随心转，一定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就善财童子心目当中一切众生都是菩萨，都是佛，他一生才能成得了佛啊！这第一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很好。那是词乐意思啊，这是五个意思当中，这一条是从四上讲的。那么其余有五个意思是讲表法，用南来表法。二者明也，南方是光明的方向，在五行属于火，南方是火，象征着光明。表邪暗相知，南方之明，万物相近，圣人难灭，盖取于此。这个很奇怪啊，中国的这个古时候的圣人这个印度也是如此，他们也把南方呢看作是光明的方向，所以这个帝王啊，他的座位，他宫殿的建筑一定是背靠着北面的，面向着南方所以这个南面君临天下他的座位一定是坐北朝南他的房子建筑也是坐北朝南面向着南方，象征光明我们要背弃黑暗，象征光明，取这个意思所以凡是善知识所在之处呢，都叫南方无论是哪个方向都叫南方。这个南不是在四象上说的，这是表法里头说的这个地方讲圣人难灭，这个圣人是指古时候的帝王古时候帝王老百姓尊称他为圣人三者中义，
这个南代表中啊，东西是两边啊，南是正中啊，表这个意思，表立斜僻东西二边啊，其会中正一时道苦，表这个意思，南表中，南表正啊，南表真实之道。四者生意，生是出生的意思，男主其阳，化生万物。啊，我们晓得，所有一切生物啊，不能够离开阳光。啊，南方啊是赤道，阳光最盛的处所。他取这个意思，是表于善财，正当行故。他表这个意思，表他的智慧正当。取这个意思，得主其阴呢，行是密利。跟南相对的是北面，北面在五行是水。在五种颜色里面是黑色啊，所以白主阴代表阴，南代表阳，背欲去疾而灭火故啊，他取这个意思，断火真正世尊涅槃金冠不守啊，正取归灭啊，在佛门里面也有这个，也有这桩事，能显示出释迦牟尼佛在双树间入般涅槃啊，头也是向来啊，这种仪式啊，跟我们中国古代丧礼里面呢所讲的相同啊，《礼记》里面讲这个丧葬啊，丧葬是葬在这个多半这个坟场一定是在北方一个城市的北方啊，我们现在叫公墓啊，墓园呢 啊它在北方，这时候啊，这个葬下去之后，棺材的时候，他这个头一定是向北，啊，头向北，就是取这个意思，啊，北方是幽暗之意，啊，表示归命，啊，表这个意思，啊，这是南北表的意思不相同，啊，第五啊是随顺意。背左向右，右就是顺，西域土风成以云遮，借西东向，自动之南顺日月短，当于善财顺教理故啊，那么这又是一个意思啊，这说到古代西域啊，印度他们的风俗啊，这个跟我们中国有的时候不一样啊，中国是在讲民间也是如此啊，民间大多数这个房子建筑啊也向东啊，所以辰以元遮，借西东向啊，那么从东到南这是顺着方向找啊，我们现在讲顺着时钟，这时钟转的时候它是顺着啊，从东到南，从南到西，从西到北，这样子顺着转啊，这是表善财童子顺于教理啊，随顺老师的教诲而不违逆，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善友啊，都在南方啊，要懂得他表这个意思啊，并不是真正的南方啊，表法的意思多。那么这是讲地情啊，登了地呢，在下面这是第二段，说地上阵阵，利于阵相，不以难表。此地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个登地的菩萨见到圆满的自性，在《金刚经》上讲啊，利一切相的，哪里还有东南西北？那东南西北还是有分别，没有离开分别，没有离开妄想。你有分别才有东南西北，你没有分别哪来的东南西北呢？地上菩萨利于真相，修行立修行相，正果立正果相啊，正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他通通写得干干净净的，哪里还有东南西北呢？所以登地以后啊，这个华严经十地品里面这些善友后面没有说指哪一个方向，表这个意思啊。这是境界比三贤菩萨高啊，三贤菩萨还有相，十地菩萨已经离相了。地后也用啊，地后是等觉菩萨，是如来果地，那是道家慈皇慈航普度众生啊，那另当别论了啊。所以他是地后也用，又无无碍，说有方向也可以，说没有方向也可以啊，完全到无障碍的法界啊，这个时候可以随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啊，这是地后菩萨的境界啊。在这个地方也有显示啊，文殊有事而无方，标语般若加行有修，正正无二啊。本经到最后三位菩萨都出现啊，文殊、弥勒、普贤啊，这五十三参最后的三位善知识是这三个人。所以文殊菩萨两次出现，这个地方一开端文殊菩萨啊，到第五十一页也是文殊菩萨啊，这个地方文殊菩萨表粗心啊，没入位啊。后面呢，这个五十一位这个文殊菩萨呢，那代表等觉菩萨啊，帝后啊，这是十地之后。所以文殊有事而无方，对善财童子有指示，没有说方向。那是弥勒菩萨跟普贤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都是大圆满大自在啊，哪里需要指方向呢啊？这是表与般若加行有修，正正无二，修正不二啊，啊，不二才真正其如境界。啊，有修有正，正非修，修非正，没入门。那这是我们现在凡夫的境界，没有其入不二法门。啊，底下一段是普贤无方亦无事，表正法界的普周故。
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卷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全经呢很少人读过啊，但是最后这一卷呢念的人就太多了啊，这个就是有名的十大愿望导归经录。你看在最后一卷里面善财童子遇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也没有指示方向，也就无事无妨啊，我们在经文里面都看到了啊，他表的是一真法界啊，德，这个德是性德，性德普遍啊，也周遍的意思。那么这是把这个指不指方向的意思都说出来了。所以有人委曲随顺意，非前注释以正名义出此方故。有人是古时候啊，有讲华言只取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不圆满啊，这五个意思说得好啊，说得周远啊，是明知细欲难非明等，宽通方教，也有多含贵在需求，何必制定。这个幕后清凉大师这个开始非常重要啊，叫我们在经里头要能够细心去体会，不要执着啊，你执着经典的言语文字就错了。为什么呢？诸佛菩萨讲经说法多半是意在言外啊，这是佛经特别是大乘经啊难懂的地方啊，它意在言外，你要懂他的意思啊。你比如说他是南方，他南方意思在智慧在光明，他不是指四四相，那你要执着一定是南方，你就错会意思啊，他意在言外啊，要懂得这个。所以说贵在需求啊，你要虚心去体会，不必执着啊，特别在大乘经上啊，小乘经多半讲事啊，大乘经啊多半是意在言外。第四段呢是去求有意者啊，去求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亲近善知识啊，到善知识那里去求法了。这个里面有去求也有经文上没有这个字样啊，这就有不同。大师跟我们解释，略有三别。最初文殊自往复成，没人来给他求法，他自己去的。啊，这是我们在这一段文看到的。嗯，没人求，这文殊菩萨自己率领着他的一些菩萨众啊，他这个一些护法的大众啊，那些护法神就他的护法了。啊，那是说在家徒众啊，在家弟子啊，菩萨嘛，那是出家众。啊，那是跟他是同行的，根性根上微故，未发心故，大悲身故，啊，这是做不勤之有，
然后没人请他，他就来了。没请就来，也有条件的。你不能说念在无量寿经上念到菩萨大慈大悲，做不勤之有啊，你每个家里都出去跑，那你成什么话呢？啊，虽然不勤啊，主动到那里去也有条件。啊，看这个语言成不成熟，你不成熟的时候去没用啊。啊，一定要看语言成熟了，语言成熟了，为什么主动去呢？这个留的小条件是，他的根呢、尚微，啊，就是他有善根，不是没有善根，没有善根你去也没用处。啊，旁边的性别的宗教的，你到那里去的时候，你好心去，被人家把你骂出来，那不是自取其辱吗？啊，这个不可以，要看看，哎。他有善根，对于佛教有一点相信，但是信根不深，啊，还不到啊主动求法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不勤之友，啊，敲敲门去拜访拜访他，跟他谈谈佛法，啊，他不会拒绝，这是条件呐，啊，所以他的根性还微。还没有发心，啊，菩萨大悲心很深呐，啊，这个时候可以做不勤之友。第二，德云相，这个德云在我们这个经文里面，吉祥云比丘，啊，吉祥云也翻作德云。在八十华严里头翻作德云，啊，四十华严呢翻作吉祥云，啊，梵语是相同的，这个翻的文字不一样，但是意思相同。善财网球，根见圣故，以发心故，障众法故，所以求学。啊，这尊师重道啊！啊，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那是他已经懂得求学，懂得去亲近善知识了才可以。前面呢，他不懂啊，那不懂这个去这个亲近善知识还不懂啊，那善知识要来亲近他。来教导他，啊，所以入了住以后啊，他发心，啊，发菩提心就入住，啊，因为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所以诸位如果要一发菩提心，你就是初住菩萨，啊，发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也许你们大家想想自己，哎，我也发了这个心了，那你是不是初住菩萨的？发菩提心呢，有发菩提心的相。那你把菩提心相呢，在经文里头对照对照。看看自己像不像，啊，像不像是一个已经发菩提心的人？那菩提心的像是什么呢？啊，也就是菩提心的样子是什么？大乘起心论是个标准，啊，这是论里头的标准。马明菩萨说得好，啊，也说得很简单，很扼要。立言说相，立名字相，
立心念相，那就像一个发菩提心的人。我们有没有理？如果没有理，那你发了个菩提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嘴里头说发了，心里头没发，为什么呢？你还着相啊，你还有分别执着啊。诸位要知道，菩提心一发了，就超越三界六道，入初住。初住是一真法界的菩萨了，不是十法界了。立分别执着，这是发心的相。所以此地在性位，性位分别执着没离开。这是起心论上说的。金刚经上说的呢，也是诸位就更清楚了。金刚经上讲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佛不承认他是菩萨，不承认是发菩提心的菩萨，也就是不承认呢，你是入住的菩萨，你没入住，这个住就是初住，圆教的初住，圆教初住等于别教的初地，那我们有没有我相？有没有人相？如果我们还是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还有这么多分别执着，没有发菩提心啊，天天在这里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用处啊，虽然念得很熟，这个心没发了。所以你拿经论呢来看一看就晓得了。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你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现前了，就是菩提心现前。最低的位次也是圆教初住菩萨，标准在这里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受个菩萨戒就当了菩萨了，没错，你是当了个菩萨，叫名字菩萨，叫有名无实。这《金刚经》的那个标准要一摆开，你就不是菩萨了。得云比丘以后啊，就发心了。得云比丘是代表发心住，菩提心发起来，这个心一发就是圣人，超越声闻缘觉。声闻缘觉，阿罗汉、辟支佛都没有发菩提心啊，所以一发菩提心超过他们。这个时候善财妄求，善财童子要去参访，要去求他了，更见圣福啊。为什么善财懂得去参学呢？去求教呢？善根逐渐逐渐增长殊胜，已经发现了，懂得尊师重道知道求法了，所以善知识就不来找他了他一定要去拜老师一定要去求学老师不再来教他了这个是当时明显张明显示出善财童子尊师重道这个是去求。三者普贤之时不就，善财不往，
法界未满，无来去苦，这是到最后。最后呢，普贤菩萨也不来，善财童子也不去。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代表一真法界圆满，与圆满法界里头没有来去之相，不来不去，这达到究竟圆满。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些现象表示都有很深很深的意思。这个第一段啊，文殊菩萨为什么迁就大众啊？当中这些人善财为什么去求啊？最后遇到我这个普贤菩萨，为什么这个这样的经文就都没有了？这里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他表法的深意。第五段呢，讲见处啊有差别啊，这个里头也分三段来说明。三行未证，散在住处啊，三行没有证如一真法界，三贤位，所以三贤位的菩萨呢，散在各个地方，善财童子到处去散法。地上正真，生在佛家，多居佛会。这个十地菩萨呢，善财就参访十地菩萨，十地菩萨都在佛的法会之中啊，而不是在散居在各处。那三贤菩萨散居在各处啊，他表这个意思。地后其用啊，一散随缘啊，等觉表等觉的有十一位菩萨，十一位善友表等觉。等觉也是散在各处，他教化众生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到最后啊，普贤菩萨普贤因缘，必克满国，还居佛所啊。这个是善财童子见这些善知识，在什么地方见到的不一样啊？他见到这个三贤位的菩萨啊，是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啊。见到地上菩萨多半是在十地菩萨多半是在佛的法会啊，佛讲经的这个法会里面见到的啊。往后再参访这些等觉菩萨也不一定啊，等觉菩萨因为教化众生也不一定在一个地方啊。最后参访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也在佛的法会啊，这是见处有不同。第六段讲交遣不同的啊，这个签呢，用现在的意思说，就是打发道啊，在这里参访一段时期了，再打发他到哪里去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介绍他到某一个地方去啊，他在这个地方参学一段时期，所想学的东西他都已经学到了。可是善财并没有满足啊，继续还想学习，这个地方已经学满了，这是老师再会你去给你介绍啊，你想学另外一个法门，你到某一个地方去参学啊，介绍他去啊，这就交情不同。说粗制文书，
若有四说，这是讲我们先前这一段啊，在这一卷经文里面，是从四上来讲呢，前面没有善有，这是开端啊，没人介绍啊。如果从表华上来说，表性内熏，这就是他有善根，他有福德，脱离而起，前根无牵，没有人来介绍来派遣他，是他自己善根发现，这个是初修。实在讲呢，经上讲的这些情形给我们一个人求学非常类似，求学真正有心求学，这是善根发心，我在台北早年，我38年到台湾，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读书，抗战期间呢，我失学了3年以后由于这个战乱的关系就失学了所以总是想找机会呀读书到台湾，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一个人到台湾来，所以生活环境非常之苦求学这个念头呢始终没有退转那怎么办呢？不能不找工作，找工作是为了生活，工作之暇，闲暇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学佛，可是我也有53餐我就打听台北呢有哪些有名的教授就打听，打听到之后啊，我就给他们写信希望有机会啊能够亲近他。其中有一位任教授也很有名的，他就回我的信就约我见面。我们利用星期天到他家的拜访，听他的教诲他看到我年轻很好学于是给我介绍了10几位教授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我一个一个去拜访，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星期天有闲的时候我都亲近这些名教授听他们讲东西就是上课而且非常契机他不是对大众讲，他对我一个人讲我最后亲近方东梅先生也是给他写信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了，而他给我讲了一个有系统的东西，非常非常之难得是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他给我讲2个小时这个就跟善财参访没有两样这个老师的时候你想学什么东西，他知道哪一个人对这个专长，你去亲近他那你学到之后还想学什么东西，他再给你介绍，那有另外一个老师，这辗转教，这就是教签不同的意思了。
见后文书，般若召集，自见普贤一真法界，故曰无亲。啊，这个无亲就没有介绍了。善财见文，第一在此地见文书，没人介绍。到末后啊，第五十二参见的文书也没有介绍。啊，为什么呢？代表般若智慧圆满，般若召集。啊，自见文书啊，这就是离开这个文殊菩萨了，再去参访普贤菩萨的时候，那不需要介绍，那是一真法界啊，所以啊，不必经上没有这个文字，这中间注有啊，这个当中一前一后，这个当中啊都有介绍。显大缘起，万象万形相知，方得圆满，故界较浅。每一位善知识啊，参花善上到最后都有教导他，你到什么地方去参学啊，都有指点啊，唯独一前一后没有啊，说明这个意思。这个第七段呢，叹不叹别啊，这个叹呢是赞叹。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最后做总结，离尽是全都有啊，从第一位到第五十三参，任何善知识见面的时候都有离尽啊，这个顶礼三拜又饶三匝，跟这个对佛的最敬礼相同。可是赞叹呢，哎，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啊，为什么有的善知识对他有赞叹，有的没有赞叹啊？通常一般的时候，离境之后赞叹在请教啊，在请法啊。可是里头有几位呀，离境之后就请法，没有赞叹啊？是不是经文漏掉呢？不是的，他也有表法的意思在里头啊。我们看清凉大师的开示：初文书中未发心情，所以不叹。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文上的没有对文殊菩萨的赞叹，那这是让善财童子见文殊，没有赞叹文殊菩萨啊，因为他还没发心啊，他还是个凡夫啊，不懂得礼数啊，这个是可以原谅的啊，不懂啊。教化心已呀，方乃叹之。文殊菩萨教他发心啊，所以离开文殊菩萨之后啊，见德云比丘王下，那就有赞叹了。后二不叹，表为满故，立心相故啊。后面二位就是文殊普贤，遇到文殊普贤也没有这个赞叹的话，那是代表的是他正的果位啊，到圆满了啊，到究竟圆满。究竟圆满的时候立一切相啊，哪里还有赞叹呢？代表这个意思。中间诸有皆因有叹，当中这个是这些善知识通通都有赞叹，可是里头也有几个没有的啊，没有的略有二云啊。为什么见到没有赞叹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正在定，他在入定啊，他在入定呢，你对他赞叹他也听不到啊，所以没有赞叹。这就是入海床的啊，善财参访海床善游的时候没有赞叹，因为海床在入定。那么第二种缘呢，是行逆化啊，就是为众生做逆增上缘
啊，也是教化众生。那这个不算贪，如胜热等，胜热婆罗门愚痴啊，那这我们怎么可以赞叹愚痴呢？啊，甘露火王嗔恚呀，那也不能赞叹嗔恚呀。所以善知识里头有用贪嗔痴度化众生，啊，这是非常手段，那不是正常的手段，在逆化，啊，那非常手段，啊，这样的善友呢，礼敬不赞叹，啊，表这个意思，啊，怕一般人呢错会了意思。这是经常常讲贪嗔痴即是戒定慧啊，啊，那你就拼命搞贪嗔痴，贪嗔痴跟戒定慧不一样啊，华严经上是一样，你不到这个程度啊，你搞贪嗔痴决定多三恶道，他搞贪嗔痴成佛啊，那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读到经文呢，你细细去观察，为什么他们的贪嗔痴会成佛道，啊，会圆满无上菩提？我们这里搞贪嗔痴，为什么会堕三恶道？不一样啊！啊，所以这是唯恐初学的人呢发生误会，啊，不是不能赞叹。啊，都是给初学人做样子啊！你看他真的是如胜热等贪伪逆化啊，他是反常的啊，他不是正常的。一皆初心，莫取诡异为真道故啊！对于初学的人，特别提出警告啊，这些修行的方法在大修行人没有问题啊，我们初学的人决定学不得啊，用贪嗔痴这个手段来修行啊，成无上道啊，什么样的程度呢？最低限度金刚经上呢破四相行，那个没有问题了啊，真正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行啊，顺逆都自在啊。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因缘果报决定错不了啊，你落在因果里头。所以它的标准是要断妄想分别执着才行啊，你顺逆都自在。这华严经讲的是离四无碍，四四无碍，他入这个境界啊，入这个境界的人四相都破净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才能到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如果你自己想想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人家说你几句好话很欢喜，骂你几句生气生半天，你要堕恶道的呀，你怎么可以学菩萨这种修行方法啊？所以他不赞叹呢，意思在此地。过此二言，就是除了这两种言呢，通通都有赞叹。那是余五者六啊，他其余的通通都有啊，都有赞叹。这是讲叹不叹的差别啊。第八段呢，讲推不推别，这个推是推崇啊。你看这个善知识，每一个人显示都非常谦虚，推崇别人。啊，自谦而尊人呢，啊，这个在五十三参里普遍都有，啊，
可是也有几个极端呢没有这样的文字啊，这个要特别跟我们说明。我们看文，诸有皆悉千己之宜，推身之度啊。这个善财遇到这些善友啊，大多数啊这些善友都谦虚，说自己只学一个法门，无量法门当中他只知道一个法门，只学一个法门，代表是一门深入啊。啊，善财要广学多闻，到我这儿来，我只能把我所学的教给你，你再问别的法门我不知道啊，必须要介绍你呀、啊、去参访啊，另外的善知识，你去跟他们学，啊、他们广学多闻，啊，结果到那里去呢，那个善知识他说我也知道一门，啊，人人都是这么样的谦虚，啊，可是都是推崇别人，这个里面就含着恒深教育的意义。教我们做人一定自己要谦虚，要尊重别人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可是在五十三参里面第一参没有，幕后的这个三段也没有啊，幕后就是文殊、弥勒、普贤啊，这三位菩萨这个经文里头没有啊，没有看到这种文字啊，所以确思二思啊，就是自谦啊，推崇别人啊，这个缺这两道事情，唯心人尊得以备物啊，这三位菩萨大众当中啊，登峰造极呀。而且这三个人是都是古佛再来了啊，所以他们的性德都圆满了，用不着再去推崇了。而有千者令其正修无厌足故啊，这个千在此地就是劝进的意思啊，我们讲打发他啊，去参访底下一位善知识啊，指点他啊，劝勉他，这个谦里头含着这个意思啊。你看每一位善友啊，在参访完毕的时候，他都指示啊，教导他去参访底下一位善知识，令其正修无厌足故啊，求学精进，不疲不厌，一表所主法门义故啊，就是那一个人所学的法门跟我不一样啊。那么五十三参是广学多闻呐、啊，啊，不是专修啊，啊，不是这个一门深入啊。可是五十三位善友他们代表的是一门深入，而善财童子是广学多闻，这个里头还有一层很深的意思。广学多闻就是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就是广学多闻，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你们能不能在这个经上看出来？这是这个经历的经义最精彩的部分啊，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呢？给诸位说念佛法门啊，我这个念阿弥陀佛呢，就是在华严经上得的启示啊。我从前这个刚刚学佛的时候，我羡慕佛法，我是走广学道文啊，
我不懂得什么叫一门深入。啊，遇到一些善友劝我，劝我，我点头，但是我不肯照做。啊，自己有执着，有分别。啊，你遇到李老师，啊，遇到灿云法师，遇到李老师，这是教我修净土。啊，我对净土就不反对了。啊，叫我专修净土，我还不能甘心情愿。啊，因为我对大乘经啊很喜欢，什么都想学。啊，尤其是华严，所以过去华严从民国六十年开讲，好像讲了十几年了。这个八十华严讲了一半了，四十华严也讲一半了，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啊，讲到这四十华严里面才明了啊，真的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啊，才晓得一门深入就是广修多闻，广修多闻原来就是一门深入，这才老实念佛了。这发现是善财是老实念佛的人，是一门深入啊。所以善财自始至终，你看他没参访一个善知识，到最后念得离慈。那念的是感谢他，感谢他的教诲，礼词是什么呢？跟他告别，决定不学这个法门。那还是老实念佛，我懂得这个道理啊。你们看到这个经文，哦，他跟那告假辞了，去参访那个善知识了，那你里头的意思你没看懂。啊，那个念的理词就是你这个法门我懂得了，我不学，我还是老实念佛。啊，怎么知道他老实念佛呢？你看文殊师利菩萨发愿求生净土的，那这是他第一个老师。啊，他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呐，得意门生当然是传老师的法嘛。老师念佛，求生净土，哪有学生不念佛求生净土的？啊，这是开端呢。他出去参访，第一个善知识，我们常讲先入为主，得云比丘，就是吉祥云比丘教他什么？教他念佛法门，念佛开始。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那才晓得他原来是念阿弥陀佛。啊，自始至终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当中为什么要去参学呢？样样都懂，样样都明了，啊，这才能普度众生。啊，所以一门深入就是广修多闻，广修多闻原来就是一门深入。啊，这样我们才晓得这一部经的内容旨趣讲的是什么，完全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是念佛人，啊，一生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你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你读了华严，哎呀，善财童子很幸运啊，遇到那么多善知识，我这一生呢一个也没遇到啊。你都不晓得你的善知识一天到晚包围着你，你一个不认识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这一部经呢，就是讲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说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是表法的意思，你要懂得。你要把这些字字句句都落实了，那就糟糕了，那这个华严经便死掉了。啊，它是活活泼泼的，啊，字字句句都是给你启示的，叫你体会那个意思。实际上这个境界的呢，境界就是生活啊，没有离开我们现前的生活，没有离开我们的正常工作啊，这个里面就是无上菩提道啊。
那就是教一个念佛人呢、啊，怎么样去求生净土啊？怎么样过日子啊？五十三餐教你怎么过日子啊？啊，所以我们这次印这个经，啊，昨天我们把这个大标题定下来了，啊，要换个标题，大家头脑比较清醒一点，啊，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就糊涂了。迷惑了啊，所以我们题目换一下，换成现代生活艺术，那这大家好懂了。现代生活艺术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就是现代生活艺术，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个宗旨，以这个目标啊来讲解这个华严，所以就很有趣味呀、啊！你学了才真管用啊！那我们现在重新编个本子啊，因为这个清凉的注是注得很好，可是从前人呢，注跟经是离开的啊，这个注解就像笔记一样啊，并不是哪一段经文合起来。这个把这个注解跟经文汇合起来是民国初年人做的啊，杨仁山老居士做的啊，把这个经本注解汇起来，但是他汇的时候还是大段大段的汇，我们看起来还不方便，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小段小段汇，我们重新那个打字做这个本子，这是小段小段汇，使我们看起来更方便啊，更容易看了啊，但是还是要讲解，不讲解你不知道这个里头是生活艺术啊，你不晓得啊，所以为什么不晓得，你都坐实了啊，你不晓得他这个文字是虚构的啊，他不是坐实的，你把它都看作是南方就是的，就是东南西北的南，那糟糕了，那是三世佛的含冤枉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啊，是都是意在言外啊！你明白了，才真有味道啊！所以这一段的交代啊，太重要了啊！这一段交代你要不清楚，看到哎，怎么有的有，有的没有，这个是不是漏掉了？你还怀疑了。不晓得它有深很深的意思啊，所以这是这个推崇不推崇啊，这里头都有深意啊。幕后这几句说，不推佛者，先于古海立修相故啊，这个里面对佛从来没有一句话赞叹推崇的，为什么呢？佛是果地了，一切都圆满了啊。又佛属本慧，普贤赞德，亦当推故啊。这个幕后啊，这一篇里头就是若发界品啊。前面跟诸位说了，总分两会，本会跟幕会，本会是佛会。末会是善友会，是以五十三善友为主，为会主，本会是佛会啊，所以普贤赞德了，赞佛的德了，意思那就是推崇佛了啊，他是在赞叹里面的宣说的啊，所以虽没有明显的这个吉祥的，但是意思都有了，意思还是很圆满的。第九段是戒不戒别这个戒就是总结啊，我们讲的是结论啊，有些地方看到有，有些地方看到没有啊，唯有普贤戒通十方刹尘
啊，沉差沉疑，障位已满，法界离周，语皆凡此。啊，要讲这个总结，只有普贤菩萨。啊，最后一回，普贤菩萨总结十方刹尘。无尽的利益啊，显示这个善财所证的位置圆满啊，就近成佛啊，这个地方做总结。其余的五十二位善友都没有这个总结啊，为什么没总结？没到圆满。到圆满才总结，这是经文里头有总结跟没有总结，有这个差别。末后一段去诸不同，末后二位无有辞去，这个去就是告辞。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参访完毕的时候都向善知识告辞，离开这个地方。幕后这两位善友啊，没有这个文字啊，没有这样的文字啊。这幕后两位啊，就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文殊无声，文殊表智慧，智慧不着相，没有声相啊。障立相故，就是《金刚般若》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文殊菩萨表示这个意思。表示立相啊，那当然这个词对他词就没有意义了，他没有相。普贤未及周法界故，你到哪里去死啊，来去相了不可得啊。所以这个是五十三参的末后两参里头没有立词啊，其余的通通都有，是余皆辞去，学无常思成身禁锢啊。真正会学的人不是跟定一个人呐，是学无常思啊。在我们中国孔老夫子就是如此啊。所以他广学多闻啊，孔老夫子这个求学的态度啊，跟善财五十三参非常接近啊。你看这个论语里面，你们仔细去观察夫子求学的态度，学无常思啊。任何一个人都是老师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长处。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那就是老师了啊。他那个长处我没有，我就应该跟他学啊。他会烧饭，我不会烧饭，我就跟他学，他就是我的老师啊。他会烧这个菜，我不会烧，我跟他学，他就是我老师。学无常思啊。真正肯学，见到别人的长处都想跟他学，成就自己的多才多艺。善财就是这个学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沉身静，静是进步，
天天都在进步，啊，德行上有进步，学问有进步，才艺有进步，天天有进步，不但有进步，甚至殊胜啊，太殊胜了，啊，怎么学的一定要懂得，啊，见到别人的长处统统要学，啊，这里面还有逆行的，啊，还有搞贪嗔痴的呢，这个贪嗔痴表示逆境，逆境里面呢也学，反省他那个缺点我有没有，所以逆境也是老师，恶人也是老师，啊，善人恶人统统是老师，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没有一个不是老师，成就自己圆满的德行，啊，所以这个善有里头五十三贪里头有几个很恶很不好啊，而不是个个都是好人呐，啊，这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社会上确实好人多啊，坏人也有啊，啊，善事多，恶事也不少啊，啊，善恶好坏里面统统去学习，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善的好的要学，啊，恶的不好的反省，啊，如果自己有就要改过，没有勉励自己不犯这个过失，啊，所以一切这个善缘、逆缘、顺境、逆境，都是菩萨的道场，啊，成就菩萨圆满的智慧德能，善才是这么学的，啊，这是真正的生活艺术啊，真正是真善美慧的人生呢，啊。这个文到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善财会的大意介绍出来了，啊，下一次呢也就是我们就读到经文了，啊，善财会的第一段经文，啊，第一段经文没有入注，是在信位，啊，在实信位，啊，实信位里面有共修，往后去就没有共修了，到第二会这个吉祥云比丘会里头就没有共修了，啊，这个这一段呢都交代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是我们要感谢这个清凉大师的，啊，他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圆满，啊，这个文字虽然不多，啊，讲得很详细，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